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riple Star，我是英学。今天呢，我就来拍我的异之城 RPG EP2。好，那让我们开始吧。我们上次玩这里是，上次我们应该是好像就在逛一逛，然后呢，由于有事情做，就没有继续了。那我们继续探索吧。对啊，哪一块呢？那也是嘛，也有水，吸墙壁。这样，这条路不是我们来的那条吗？红灯呢？哎呀，我们看什么？姐，真是的，奇怪了，怎么突然升起来了？楼梯，我也有什么？有没有可能这材质包有点像一些 Minecraft 里的材质包那样，好帅！你看，锁的，纳尼？做什么亏心才要锁掉？我干嘛？再逛一下，这里也去过了，找到一，等下有什么 area 问一下，点一点，抱歉。稍微想一点事，听见？你想一点事，我干嘛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是说什么合体人王应该可以？他这里也有。这是我们进来的地方吧？这条是武器的地方。对啊，就走。说着，原来这就是中庭了，做的不早说，有点口音森森的，这有点像狂妇是不是？这里，好悲伤的音乐，索菲亚先生先休息一下吧，可是，你才刚刚醒来啊。我每天喝口水，看起来感觉体力尚未恢复，在这个情况下倒下更麻烦了。你这样说的话，Sophia，我很害怕，一想到这就这样只有我和 Ariel 留在这个地方的话，Sophia 也不是件坏事啊。一直只有咱们两个人，反正在外面的话又会被人当做恶魔之子所残酷的对待。这样子的话，一直与 Sophia 一直留在这个地方比较好啊。Area，我是这样想的。我是双重人格，在我体内有着，这"则"是不是有点错字的？我调一下。一个有着名为 Area 的另外一种人格，虽然周围的朋友也离我而去，讨厌我，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 Area 的错，单单只是我的眼睛是红色，所以大家也点一点 Area 是我重要的朋友啊。虽然经常口不择言，性格有点像男孩子，不过这不不但不论什么时候 Area 都会接纳我，口不择言是多余的。性格有点像男孩子，就不能否定。可是谢谢你啊，因为对啊，俺也是。等下你写错了呀，应该是 Sophie 才对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你会一直在我身边，怎么越不行不行，越闹越有百合感觉了。但他们难怪我刚看的时候感觉有点像精灵，原来是耳朵关系。因为你会一直在我身边对吧？不会离我而去吧？不用担心，俺与其他家伙不同，绝对不会舍你而去的。约定哦。约定好了，所以你安心吧。重要的朋友吗？在想，中庭，我存最好。根本不去放刚才的音乐，这很好听。
讲哪里过来？他不能开对话吗？奇怪，还是我只是我忘记那个键是什么呀？有，反锁了，好漂亮啊！这门上锁，有别的没有地方，都反锁了。3F 东走廊是另外一个走廊，没有空的地图放这里。嗯，存档三，肮脏的茶杯放在这里，没有什么有趣的书。国王精灵之中的书，有一名国家，这个国家有一个名为精灵之中的国宝，从古时流传下来。精灵之中是象征着这个国家的东西，而有着，这是精灵之王赐予给古代之王的传说。还有传这个精灵之中藏着能击中恶灵恶魔的神圣力量。读，终于人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生儿，有着红色眼睛非常可爱的生儿，那他才是恶魔吧？真是讨厌，始终被挂在墙上，地图被卷起来了，世界地图，全部内容是很好的东西。那是哪里？东墙壁，门上锁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不是恐怖游戏，但是我感觉还是那么阴森森的了。算了，好吧，那个再来，今天的反正也就是测试新的录影程序而已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希望你喜欢我影片，然后呢，储存填在这里对吧？然后呢，大家就这样子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散啦啦。